军爷，好吧，哎，好嘞。这该起假象着了。往细的时候，把铁环扣出来，跟铁丝连在一起。把铁丝放在夹缝里，抹上泥浆，万万不能大意，听到没？哎，知道，队长。队长，您隐身好，待会儿我动的时候，您可一定要帮我盯着点。好嘞。 别走了啊，快点！大家好好干啊，不要偷懒。队长，你看这修的怎么样啊？大功快要告成了啊，老七。那可不，队长，你看这炮楼马上就修好了，这回您在吉田太君那可是有面子呀。 俺可提醒你，别高兴得太早了啊！过几天吉田太君要来检查，到那个时候要出啥漏洞的话，那可是要命的呀！您就放心吧，啊，仔细点儿！哎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！哎，听好了，好好修炮楼啊，修好了，那功劳是大大的，这修不好，撕拉撕拉的。 是你们这些基础的人给运进来的，今天要把他交代清楚了，统统枪毙！ 怎么少一个人呢？怎么少个人？
有人跑了，兄弟们正追呢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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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埋的地雷被发现了，啥？现在只能用窜天猴了。窜天猴？那就只能碰运气了。放心吧，俺还有第二个计划。小明，二柱，常叔，负责掩护。好嘞，快，你慢点，来，快点，隐蔽，走，这样，啊，第二计划。 第二计划是啥？俺问你们，敢说实话，到底是谁把地雷运进来的？说！俺告诉你们，不说不是，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。老总，不是俺的，俺们都是良民的。老总，对呀，我们都是良民啊。哪不是？良民，不良民，良民就来炸皇军的炮楼啊！ 别喊了，别喊了！你没看看，一个个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，通通枪毙！枪毙！老总，队长，人跑了，怎么回事？被赵化龙劫走了。赵化龙，队长，赵化龙来了。常叔，哎，准备先放一个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好嘞。 这啥玩意儿？这啥动静？老秦，队长，肯定是赵化龙来炸炮楼来了。去，快给祭天司令官打个电话，让他来增援。是。你们跟我来，看好。是。上来。 快快快快快！集田太君，让俺潘队长，你快来救俺吧！炮楼这儿呢。林柱，我马上派高桥军带队去支援你们。来，喇叭。齐先生，俺是赵化龙，俺告诉你，俺们游击队。 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。景天顺，刚才听见了一声巨响吗？那就是俺们的新式武器——惊天飞雷。你如果不及时的缴械投降，俺就把你这个炮楼给你轰了，把你这夷为平地。啥意思，队长？ 这赵化龙是不是要放雷了呀？嚷嚷啥呢？嚷嚷！俺问你，祭天太君啥时候到啊？啊，打过电话了，他说马上就到。马上是啥时候？那就不知道了。队长，这赵化龙研究这新玩意儿，那可比地雷可厉害多了呀！你得想办法让他别放雷呀！哎呀，不是他爹，俺说不让他放，他就不放了。
那是不是他爹？也不能让他放啊！这家伙要飞过来，咱都得完蛋呐！那你咋呢？咱跟他投降去啊！上一次在赵家庄，他差点弄死，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手中。啊！邢天顺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俺们游击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。刚才的那一响，就是让你听一听，你要是负隅顽抗，不想投降的话，俺们就动真格的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邢天顺，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俺现在数十个数，十个数之后你还不出来投降，俺们就把这儿夷为平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队长，马上就喊十了。队长啊，你看，马上就喊十了。再动摇军心，俺崩了，你信不信？邢天顺，现在是你的最后机会，还有一个数，要是不出来的话，俺就真炸了。真的。你闺女，你闺女啊，你闺女！滚蛋！老子不聋。赵队长说的你都听见了吗？爹，你快投降吧！你跟着日本鬼子不会有好结果的，爹，快投降吧！拿喊话筒，来吧，来吧。邢之燕。你敢听着，老子没有你这个闺女。有种你们往上冲吧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来，拼啊！不等等啊！拼啥拼啥拼啥呀？啊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呀，有备咱撤撤吧，撤吧，撤撤撤！弟兄们，听俺的话，开枪给俺打，打！打呀，打呀！康叔，哎，再给他来一炮。好嘞。呀呀！那么啊，还今天飞来，没个准头。他这是吓唬咱呢，这下俺心里有底儿了。弟兄们，这赵化龙不是给咱们放炮仗的吗？这不是？赵化龙，说实话。你这炮仗抓的不错呀，啊，比一般的要响得多。啊，来来来，再放几个听听。常言说得好吧，孙放炮也挺响啊。你不是要放惊天飞雷吗？你放屁还行？放屁吧你！这邢天顺太张狂了吧，华龙。咱端着炮炉子吧，康小柱，别着急，他们的火力比咱们强啊！再等等。华龙，要不我再劝劝吧，他毕竟是我爹，他要能投降咱们，为咱们做事，不是更好？你这闺女，
你也别叫俺爹。大花龙，想让俺投降，你白日做梦。告诉你，今天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投降的不是俺，是你们。要是明着干，还滚蛋了。花龙，咱打吧，再不打让人包饺子了。打吧，赵队长。太猖狂了，看来我爹是决意要跟咱们为敌了。张叔，现在还剩几个？还有三个。好，三个一起点。好嘞，来把火点着给俺。几个兄弟被干掉了，啊？什么？爹，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，赵队长已经把地雷埋在炮楼下面了，你再不投降就真的来不及了。队长，下面全是雷呀，赶紧走吧，带部队单独完蛋了。走，快！没门儿，队长，炮楼没了，哎呀，老七啊，咱辛辛苦苦建的炮楼啊，这一眨眼咱就没了呢，咱能保住命那就算万幸了。你放屁，这要是让太君知道了，今后咱俩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啊。走，打扫战场，冲啊！走。队长，赵华龙他们来了，咱赶紧撤吧。赵花龙，俺整死你！队长，赶紧撤了！队长，别管这了，撤了！